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游天堂频道啊！今天由红龙哥给大家带来的是《噬魂二》网站联机实况。来自一批肉男使用的牙神，这位光着上半身的红衣服男子猛男啊！那么这两位玩家突然发现二批使用的也是一个光着膀子，对吧？两位啊，光着膀子大汉啊，这次对决，一位使用的是热兵器啊，一管炮。这个炮是可以开假炮的，你下潜啊，点两次啊，一秒之内点两次，那么就是假炮；点一次、两次都是假炮，超过三次，那么就是真炮。利用这个，你可以做出一个战斗一个套路出来。好吧，我们再回到游戏当中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又是一颗炮正撞啊，撞到炮口上了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场地的背景音乐啊，大家仔细听一下，特别的带劲啊。死灵了，这个第二斩啊，是看那个姿势啊，似乎的受挨打的时候是不敢出的，不敢出第三刀，不然被大炮一个重弹就可以打到一个晕点。打破招的话，哎呀，这个肉男有点拖大了玩的啊，想跳，这个结果又是被一个红烧屁股。很苦逼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肉男应该还是要选择牙神。还是不服气啊，作为一个知名选手啊，肉男表示我不服气。为什么不动作？那么趁你命要你命，一个中牙刚好做到一个低卡中招，蹲中招取消，你必须要掌握好这个取消这个节奏。弹指是可以用来取消，而且可以用来反击对方的飞刀，又是两刀。第二刀如果没穿过去，千万不要出第三刀，除非是近身啊，特别贴身的话，你可以出连三刀。那么刚刚这一刀呢，是对方啊大炮取量是防不住最后这一下了，这刀理论上是连不上第三刀的，但是他那个没有血防了啊。所以说才敢出第三刀。牙神拿下第一局，反弹飞道是大炮弹指二指禅啊，有的地方管它叫二指禅啊，我记得我们当年都是这么叫的。小伙伴们当年是怎么叫大炮这个弹指啊，反弹对方飞道这招呢？欢迎啊留言在视频下方讨论区，我们做一个讨论。好吧，三连必中。再来一个弹指，没有取消，被对方打一个血反，扛住，好疼啊！直接开炮磨死，哎，他没出来，这个是第三刀不敢出，小心大丹，机会跳中招，再来一个蹲中刀，后滚回避对方开炮，花牌不敢乱出，哎呀，有点近了。刚刚如果用后滚来回避，再用牙来取消啊，可以做到一个低砍，没有办法，这个还是有点生涩啊，太紧张，深呼吸，开假炮骗一下，有点拖大了，这个必中。在连杀你，只要你看他第二刀，哎，砍中之后，对方那个有没后仰，你看这就可以了，只要不后仰就可以连第三刀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取消的快。这个是没法连到的。对于大炮来说，现在是，哦呦，好险！刚刚是可以莫言二 D 的，再追加，怎么办？微风，对方的前冲，好险！直接用蹲中刀来抢刀，直接截敌。
非常精彩的对抗，好吧，感谢朋友收看，喜欢红龙哥解说朋友记得点击关注，关注红龙哥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